我算是心中计划第二任的舰长，也就是第七任的中邦军舰舰长。因为川更我很感谢之前在中邦军舰服务过的先进先达，那这60年来把这艘船维护得那么好，那让我们这些后辈可以有效地执行各项任务。8月23日，即将是中邦军舰出役的日子，在中邦这段时间的生活点点滴滴，将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辛苦不必艰险努力的结果。